心跳次数是由电刺激控制，就在这里。让我们想象这里有一个小鼓，也就是指挥鼓。指挥鼓敲击一次心房，收缩一次，血液会流入心脏。但不是这样就结束了。指挥鼓敲击会诱发第二个小鼓敲击。第二个小鼓敲击会一次引发多个小鼓敲击。多个小鼓敲击时，心室会收缩，血液流往全身并进入肺脏。然后指挥鼓再度敲击，开始另一个循环。心脏的所有小鼓同时间杂乱敲击，这会让心脏跳得太快，无法正确收缩与舒张，于是心脏无法搏动血液。使用自动心脏体外电极器时，电极器会产生电刺激，使所有小鼓停止敲击，停止不正常跳动。